今天俺闺女突然跟我说，妈，我想吃乌骨鸡爪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想吃，我都已经泡好了。你知道这个叫啥不？你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。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吓我一跳。我泡的是那个永春客的中辣的二斤的，高根黄瓜，高带香菜，提提味。捏着拿刀的姿势，一看他没干活。搅拌一下，你看这个要食欲一下子上来了吧？我都流口水了，赶紧给我拿一个，赶紧吃吧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冬天吃这个乌骨鸡爪，就跟你冬天吃雪糕那种感觉呀、啊，可好吃了，真好吃，好久没吃了，就跟夏天吃火锅的一样。哎呦，老得劲了。哎呦，看你吃真过瘾，快给你把嘴里塞个，快点。好吃不？嗯，真得劲。永春客的鸡爪绝对是正经鸡爪，都是没泡过的，你看看，都是小个的那种，而且特别碎，它就可入味了。这个鸡爪子啊，全部是那种去骨留筋的，吃起来又脆又香的。这个鸡爪子吃起来特别有嚼劲，它这上面的黑筋足以证明咱是没泡过的鸡爪子。俺婆婆都觉得这个味道可好吃了。嗯，太好不弄。哎呦，跟俺刘大婶可忙不清呀，喂完这个，喂那个。哎呦，要真嫩。嗯。他是觉得这个小夹子真得劲儿。嗯，好，谢谢宝贝。这个鸡爪子吃着可得劲了，一回一个，越吃越过瘾。嗯，这鸡爪子特别有嚼劲，紧实的很。而且人家这鸡爪子哈做的一点都不腥，它是那种偏酸甜口的，酸多甜少。这么多哈都是给你留的。乌骨鸡爪我的最爱。你看这二斤哈，一会马上都快解决完了。嗯、小孩都喜欢吃，妈你也吃呀、嗯。都这些了，我不舍得他吃吧。没事，汤里边多的嘞。嗯，行行，我吃完你吃吧。奶奶吃一个呀，我吃不完。那不够你吃呀？哎呦，没谁吃呀。哎呦，那我也给你吃了。俺老三还是在学校吃过饭的嘞，一看到是乌骨鸡爪，那根本停不下来。我就给舀点汤喝，就喝点油汤嘞。我不想喝。你一个嘴干的，不喝不行，喝点汤吧。多喝点啊！多喝点汤。哎，不能光吃菜不喝汤呀。这好吃。好吃到根本就停不下来，是不？嗯，下回再给我泡一桶吧。行，我下回给你泡二斤，让你一个人吃个够。可以。姐姐，我问你，这怎么办？嗯，给我吃一口黄瓜。啊，对。连黄瓜都入味了，是不？嗯。行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吧。拜拜。拜拜。